外，大家好，场景做得够仔细，就可以在静态的透视图之外，也 render 动画，让作品展示更加生动。动画跟静态的 3D 透视图展示虽然类似，却容易因为连续展示会让观众没有太多时间消化内容，所以画面取景十分重要。如果太快、太慢、转动太大，甚至穿墙，都会让作品大失分。当我们场景完成后，在 Inkscape 视窗中可以轻易的转动视角与移动，但是过去都是生成静态图片，只能让观看的人看到单一角度。虽然即时显示的过程也可以用荧幕录影程式直接录下，但画面质感较差，还是需要经过 render 程序才能让光线与质感完整呈现。 Inkscape 的动画功能与 SketchUp 中类似，也有动画设定功能，两者间也可透过同步功能显现画面，但两者的视角设定无法共用，如果要 render 也无法直接从 SketchUp 的设定进行。首先到 Inkscape 视窗找到 Video Editor， 点下去后会开启影片编辑视窗，使用方法与 SketchUp 建立动画的方法雷同，都是先建立关键摄影机位置，接着就会由软体自动完成摄影机的运行过程，只需要在下方的左右两侧点下加号，就能生成关键摄影机位置，而中间的运行就交给 Inkscape 自己搞定了。我们先选取之前在 SketchUp 建立的场景，在 Inkscape 动画视窗的右侧加号点一下，增加新影格。这时在动画视窗中就会看到整个影片的路径，到左下角按下播放，就能预览目前动画的成果。事先在 SketchUp 中建立场景可以让动画建立更快速，但大多数时候因为没有灯光或材质的配合，选景可能会缺少些特别要说明的角度，所以经常都是在 Inkscape 动画视窗里面再新增影格。在选角度时，除了要注意摄影机角度、高度之外，也要自己先思考一下摄影机的运行方式，避免有大力转动镜头的方式，才不会让观众头晕。像这种狭长型的空间，动画运行可以考虑采取长边运行来增加动态感。如果希望让空间各角度都被看到，通常用 L 型的运镜轨迹就能说明清楚了。很多时候会看到动画把镜头摆在中间，然后原地转一圈，虽然是能清楚说明，但晕眩度也爆表，要尽量避免。影片的构图与静态图片相同，建议可以打开左侧的 Show Grid Lines， 这能提供我们以井字构图法的方式来分割画面，方便找到适合构图的位置。至于井字构图法的构图方式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三分法就是将画面分隔成水平、垂直各三等份，在玩摄影的朋友应该很熟悉，这种方法也称作井字构图法。在图中，我们把场景水平垂直都分为三等份，中间区域就是我们要聚焦的主体。如果有人物，在室内或小区域的场景中，可以让人脸部刚好落在这个区域，除了能聚焦，也能确认自己的视角高度刚好在接近人的高度，避免奇怪视角出现。主体如果能够压在十字交叠处附近，就能有更多视觉上被聚焦的机会，而其他区域就是背后的场景物件，有点缀作用但又不会太过抢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影格的重点摆放在这个框内，只要刚好在头的高度且接近水平视角，就算是合理的角度，而周边区域的内容是点缀。如果在画面中觉得空旷，就可以再加入些家具、灯光或用其他人物遮挡，但动画困难的地方就是静态只要修补一个视角，而动画却是一秒钟几十格，所以建模与场景设置的完整度决定了动画品质的好坏。当我们选好了第二个角度后，按下右方的加号，代表要在这段影片的后面加上新影格。加入后会看到目前的影片长度，目前只有三秒，可以到左侧找到影片时间，调整所需长度。 Inkscape 会自动放慢影片脚步。在下方的 Movement 选项中还有两个功能，第一个是 Ease In and Out，在影片开始与结束的时候加入缓动功能，预设会是开启状态，让进场时平滑的加速，退场时平滑的减速，感觉会比较流畅，但有时候可能要事后剪辑，不需要在这时增加缓动功能，取消就可以关掉。第二个是 Shaky Camera 的功能，是用来模拟手持相机录影的功能，但在户外空间用起来感觉比较适合，
狭小空间中使用有点太晃，请自己考虑是不是要使用。设定都完成后，就可以输出影片了。到右下角按下 Export， 会跳出影片格式的选单。第一个下拉选单是影片解析度，建议至少跑 Full HD 或是 Ultra HD 的解析度，比较符合现代的影片需求。如果你是要在手机上直视播放，或是有其他特殊比例的荧幕使用，最下方的 Custom 可以让你自己输入数值。第二个是影片压缩品质，预设是在 Maximum， 其实这样应该就足够了，速度也不会太慢，所以建议不用调整。如果真的很介意品质的，那就开到 Lossless， 但当然档案大小及输出时间就会有影响。最下方是每秒影格数，建议调整在30或60，低于30怕会有隔放感。如果设定120，虽然品质更好，但大多数电脑及手机不一定能支援到120格，所以只是浪费，也让档案变得更大。设定好后，按下橘色的 Export 按钮，选择要存档的位置并输入档名，按下存档就能开始运算影片了。在这里可以感受到 Inkscape 的强项，跑动画的速度非常快，目前市面上几款能做动画的软体，实测最快的就是 Inkscape 了。以这段10秒影片来看，大概只要4分钟的时间就能跑完，算是非常有效率。在 Inkscape 的动画中，除了植栽、水与草地会动之外，其他物件是没有动画功能的，所以设定上相较于其他软体较简单，应该很好上手。当进度条跑完后，动画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要来进阶玩些特别的技巧。首先我们要来模拟日落前后的变化，先到 Inkscape 的视觉设定，到 Sky 标签，把之前用的 HDRI 换成 White Cube， 让阳光可以自由调整。在影格有被选取的状态下，左侧的功能下方会增加一些选项，首先勾选 Time of Day， 接着就可以设定这个影格的时间。接着到下一个影格，一样先勾选 Time of Day， 设定第二影格的时间。最后到第三影格，重复之前的动作。完成后按下播放，就能看到户外阳光随着摄影机运行，开始有了变化。这样就能轻松地模拟日照轨迹，让过去的日照分析动态化，模拟各种空间的使用情境。而当户外变成夜间时，内部的光线可能会让户外变得黑暗，建议可以再增加一些户外的照明，让户外看起来有亮光会更合理。第二个进阶技巧，要来增加 Zoom in 或 Zoom out 的取景技巧。因为在 SketchUp 及 Inkscape 中只能以关键影格的方式处理画面，无法像其他 3D 程式可以设定摄影机物件动画，所以这边就要用到最下方的 Field of View 来达成这个效果。首先到左侧打开 Field of View， 接着移动视角到要聚焦的物件上，然后建议先按下 Update， 以免不小心按下播放就回到原本的场景设定了。接着再按住 Field View 下方的拉杆，拖动数值就能拉近或拉远画面，与刚才在设定日照的时候相同。透过不同的关键影格，给予不同的设定数值，就能让画面产生效果。在每个关键影格设定好数值时，也别忘了按下 Update， 才会保留现有的数值。而要拉近或拉远，必须看前方影格的设定，如果前方影格设定数值较低，就会是 Zoom out。如果前方数值较高，就会变成 zoom in， 只要用这些数值去调整，就能做出与众不同的动画效果。比起用剪接软体后置，除了省时外，也能在画面品质上有更好的效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及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